这是一款圣母玩的必崩溃，资本家看了都要默默流泪的末日生存建造游戏。表面上你是世界冰封30年后当选的新一任执行官，实际上却是为了人类延续不择手段的独裁者。不仅要解决最基本的能源和生存问题，还能起草一些现代人看着非常离谱的法案，比如伴侣轮转。好家伙，为了提升人口想出这么个法子也真够变态的。不过我喜欢。游戏名《兵器时代二》，作为6年前的末世神作《兵器时代一》的续作，二代在玩法方面做出了相当大的改动，比如建造和采集再也不用人为指派，而是直接采用建筑群的方式，在保证该地已经破冰的前提下选好地皮，很快一座蒸汽朋克式的工厂瞬间拔地而起。不同设施之间不需要道路连接，只要你承担得起高额的能源损耗，甚至可以在很远的地方建立采集场。你只需要时不时的鞭策一下，让他们007生产效率嗷嗷增加。对于右下角的死亡提示，我只想说，这是延续人类火种必须做出的牺牲。这样的改动有效简化玩家操作的同时，有心思处理其他问题。首当其冲的就是二代新加入的派系系统，几个不同势力在会议厅中互掐，你可以对犹豫不决的势力做出一些承诺，从而暗中操纵选票。但水难免有端不平的时候，如果不满到达一定等级，个别派系真的会造反，并且引发内斗，随后就会出现工厂停摆、人口死亡等一系列问题。这玩意儿可比单纯的生存难搞多了。当然，处理的方法也很丰富，具体如何选择全看你自己。更何况，制作组把人性的弱点展现得淋漓尽致，例如矿场爆炸，是切断氧气保煤矿，还是尽可能的撤离工人？在大地图中遇到资源丰富的人类据点，是帮助他们修复前哨、建立良好关系，还是直接武力抢夺？通过立法等方式改变城市的发展方向，是集权还是民主等等，任何细微操作都将影响结局时系统对你的评价。最赞的一点，这游戏是有中文配音的，其中黑神话的紫珠儿和酒鬼表哥申猴的配音都将在《兵器时代二》中现身。游戏目前已经上线 Steam， 拥有菩萨心肠的恶魔们赶紧亲自体验一波吧。